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 Minolta SRT101、这台有这个相机背带、然后还有一颗它的原厂镜头、135、F1.1:2.8、那它的这个快门、正常可动作、那我们来、它这个你调整快门速度、它也是变换也是正常的、好，那它的皮面可以看一下、前后的这个机身皮面、都正常、然后这个机身的部分可以看一下，有少许的使用痕迹啊，少许的使用痕迹，看一下啊。那底片室，底片室看一下，底片室这边拉开，底片室的这个部分，快门也都正常。那以上就是这台 SRT101 的试品，谢谢。